激荡青春，共勉前行。大家好，我是徐若涵，在《明龙少年》里饰演的是程雨山。快来和我一起在优酷国际版的手机、网页和电视上一同享受多种语言字幕，沉浸式的追《明龙少年》吧！锁定国际版优酷，且听龙鸣，敬请期待。世界上为什么会有高考这么刺激的东西呢？因为这是给你们一个最重要的一次公平的竞争。从今天起，只让你来十一班，我给你们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只让你来十一班，我陪你们一起死磕高考，死磕清北，把人生这副牌。报告老师，我这个人听废话就想撒尿。全国60000多所中学，没有一所敢拍着胸脯保证清北的录取率，你又凭什么？一间教室，一间办公室，老师学生我自己挑，还有一个助理。爱怼人的行吗？雷鸣老师，一席一年考上清北，你的自信都是从哪儿批发的呀？雷老师，如果搞砸了，车班申请我自己提。二，曾老师，要不要跟我一起做一个帅气的家访啊？姓雷的，你给我听好，高考对于我来说根本就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考试，最重要的考试在我出生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广撒可以撒，你觉得广撒网有多大几率能找到一个条件不错愿意负责并且单身的男人？不大，但是快。你俩之前认识？吃杠行家呀，惯犯。有些人生下来就是学习的料，反正我十一班，这是我的流量密码。加油！既不聪明又没天赋，还口吃。三，从小到大，你有没有一次是你自己想做、自己想学，哪怕是为了报复、为了发泄都？你们都清楚自己来十一班的原因，想要原路折返之前的生活，没人拦着。从今天起，十一班正式成立。但是我这儿不欢迎划水的，有想找刺激的可以挑战一下。你记住，你的目标从来都不是那条鱼。真搞不清楚你到底是为了学生还是为了自己。哇，加油！咱们不讨论动机，咱们只看实操。先别睡了，血压太高。It's me。学而不思 ，the confused； 思而不学 ，the die。哇哦！接下来的一年里，你就是你自己，不属于任何既定习惯，不属于任何人。龙生龙，凤生凤，但请给我记好了，后面的内容你们可以自己填空。